爽黑了呗！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是我更新到第878集哦。那么呢，在前几个影片呢，就有告诉到大家，比特币跌，然后上车的机会，上车的机会，然后这个星期搞事情。那么昨天的影片呢，也是重中之重的告诉大家呢，布局的这一个机会在哪里。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，那如果说呢你有看的话呢，就恭喜你。那如果说你觉得你错过的话呢，你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哦，来看看我讲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有发生。好，那么呢，这个是我的频道，非常欢迎你的来订阅我，因为每天呢都会进行这个每日分享和每日更新哦。那么再来的话呢，你可以注册起这一个平台 ST 哦。那这个平台呢，那你现在注册的话呢，我们是有一些福利的。那么我们的福利呢，除了可以给你这一个体验金之外呢，同时呢还有这一个抽奖哦。那么在11月6号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举办这个两天课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在这个两天课里面呢，我们也会进行这个抽奖哦。凡是有注册这个 ST 的这个平台的话呢，我们就会抽奖，那我们会抽苹果的这个耳机哦。那赶快注册起来，有好礼送哦。那么马上来看一下这个行情怎样去看，来，比特币的行情啊， OK， 稍微的跳去4小时一下。那么呢，这一波的行情呢，其实我们之前的影片就有跟大家聊到怎样去布局。那如果说呢，你有跟上这个节奏的话呢，那基本上呢，这一张单呢，大概是在67000左右吧，你应该就可以进到场了哦。反正我是在67000左右进场了。那么呢，这个行情呢，它再次这样子这样拉上去的话呢，我们看一下整个行情来讲呢，它就是要去到这个72000的位置了。那么72000美金呢，会是上方的一个压制位哦。我们可以把它大概去有一个小空间，大概是71500到72000美金的这个空间。那么这个空间呢，也是在昨天的影片呢有稍微的去讲到的。那么如果再上的话呢，就是挑战前高点74000美金。那这一波行情的话呢，我个人是希望说呢，它可以有发疯哦，发疯式的上涨。所谓的发疯式上涨呢，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77000到80000美金的这个位置哦。好，我们往这个星期来看哦，这个星期的这个主力呢，其实它有稍微的顶到一下啦哦，它是真的顶住了，然后下来一点点，然后再上，没办法，行情太强，它还是上了。OK。那么突破上来了之后呢，下一个目标点呢，它是告诉我们呢是上方的这个位置。那么中间卡着一个71800美金的一个紫色线哦，所以上方的74800到74200的这个空间是我们要稍微的留意的。好，那么回到动力指标的话呢，我们原本就是讲到说这一个一周来讲呢，是一个很早就讲到说它是出现了一个动能哦。那么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往这一个一天来讲的话呢，它是没有东西看的，反而是8小时。那么呢，在前几个影片我也是重中之重讲到8小时，只要8小时出现了这个能量柱上来的话，形成金叉的话呢，那行情就是真的来了。那你们可以看到说是真的已经来了。那目前呢，能不能去追这个多单呢？讲真的有点小风险，然后有点小风险，我个人是不鼓励你马上去追单的。毕竟呢，这波行情来讲的话呢，这小段呢配合 FIBO 来看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说上方的位置可以去到72000美金哦，虽然说有一点小空间，可是你去追的话呢，你的止损应该如何放也是很卡，对不对？很卡，对不对？你止损怎样放都是很奇怪的，所以我也是不建议这样子去做这种操作，反而是现阶段能不能做空呢？我是觉得空单啊是不应该现在去考虑做的，因为现在做空的话呢，其实它的信号并不是非常的明显哦。那尤其是30分钟的是我所关注重中之重的时间级别来的。那么昨天呢，这个行情的回调呢，也确实回落在这一个30分钟的这个蓝色线的位置，然后进行反弹，然后呢再走一波，然后再反弹。那么这一些都是凌晨所发生的这个行情走势哦。所以呢，这一个行情啊，哇哦，它在上了，所以重新看回70000美金，大家开心嘛？因为呢，这个70000美金啊，讲真真的，它也磨了一小段时间哦。从上一次呢，重新回去70000美金到现在来讲的话呢，大概这一边到现在啊，大概用了92天的时间，3个月的时间啊，没有重新回去70000美金。现在今天马上终于回去70000美金啊，你开心吗？如果你有跟我一起布局到的话，你一定很开心。
那目前呢，我们这个比赛的情况来讲的话呢，讲真有稍稍的逊色哦，因为虽然还在前十名里面哦，可是呢，整体来讲的话呢，我们还有两天时间，不知道能不能追上去。可是不用紧哦，比赛就是一个过程，最重要的是呢，我想要帮到我的社区的兄弟姐妹们，有参赛的兄弟姐妹们呢，可以赚到钱呐、啊。哦，除了比特币的布局之余呢，我们讲真，在我们的 Zoom 里面呢，我们也布局到了这个以太坊的行情哦。那么以太坊的行情布局到了，那目前以太坊也是有一个不错的成绩，所以我们个人啊，我个人啊，我是期待以太坊可以突破，并且重新站回两万。并且站上去$2,800之上哦。那现阶段呢，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，做好风控，不要随随便便做空先，因为做空的信号还没有出来，能不能做多呢？我们再找一找别的山寨币的机会吧。我相信还有一些币还是比较迟，还没有动作的，例如这个 POL 啊，看到吗 ？POL 还没有很大动作。OP 的话呢，昨天我们已经布局了。那么这个佩来讲的话呢，也是属于刚突破，那么希望我们也布。布局过了，基本上有好多币啊，哦，这个是我错过了的 APT， 昨天要布局可是没布局到，基本上有好多币呢，我们都在我们的 Zoom 里面有去聊到了哈。可是你错过我们的 Zoom， 讲真的不用紧，以后我们还是有 Zoom 啊。可是以后我们的 Zoom 至少说呢，你也要注册起这个 ST 的这个平台哦。所以在这边呢，欢迎大家赶快注册起这个 ST， 到时候我们有抽奖抽这个苹果的耳机，也是非常欢迎你来领取我们的这个奖品的，好不好？那非常感谢你了，我们明天的更新再和你分享这个行情走势会讲去走。所以现阶段哦，已经涨了，不要追，真的不要。乱追单，不要乱开单先，先冷静的等待，机会一定还有哦。带上你学习，顺便赚花不完的钱。感谢你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